香车配美女是许多人期待的梦幻组合，这样的画面在2016国际重型机车展览绝对能够满足车迷期待。今年展览22号盛大展开，为期3天时间，重机的爱好者能够欣赏到全球8国11家机车厂牌，与超过30家厂商，多达80个品牌商品，更有品牌特别利用开展第一天节目全新上市车款，不怕你逛得无聊，就怕车迷的口袋不够深。而且如果你以为重机展只是男人天堂，那就大错特错。12位本身也有在玩重机的 Moto Girls 也是一大焦点，用行动告诉大家，女生玩重机也可以比男生帅气哦。家人都有在骑重机，所以想要一起参与。我去考驾照的时候，其实就有2-3个女生的啦，就是比例来说应该是8:2，女生大概是20%。啊，就是会吓到很多人，就是想说一个瘦小女孩子可以骑重机。扶得动吗？还是说牵得起来这样子？就是一个酷帅，对，真的不会重，连那种哈雷倒下来都可以去牵得起来。女生骑重机才帅啊，被载一点都不帅，真的。听到正妹这样说，是不是觉得超帅？而重型机车展览，除了可以在 Showgirls 的衬托之下感受帅气车馆魅力，这股越来越多人参与的女性玩家市场更是不能错过。我来听讯香超黄化君采访报道。